是我们市政国小深夜班三天的校际交流旅行。那这三天我们会去两个国小，其中一个是义载国小，另外一个是龙华国小。第二天还会到高雄卫武营与两个学校一起进行联合的演出，非常的充实的一趟旅程。那第三天还会跟孩子们一起去游玩十五堂场的一些好玩的游乐设施。希望这三天大家都可以玩得很愉快，我们就来。今天有没有睡饱？看样子没有睡饱。孙妮有没有睡饱？没有。有，这么厉害。来拍照吗？来，要拍就拍帅的。啊，跳舞跳舞跳舞。Yes, yes, yes.进步都没有，你是？我分成两段式的。Thank you.
战舰，比较多样舰，然后如果我们的战舰来旁边呢，我们先看，我们先挑一个小东西。
我们这个德朗县的五十五日教也是用圆形的鱼，用鱼心力把它分出去，对，漂亮。那个，我有这么帅啊？有。好，敲八次钟就代表值完一个班。那如果听到他敲乱钟，代表什么？就噔噔噔噔噔噔，对不对？哎，危险，对，因为小朋友都会说吃饭。因为你敲太多次，你会被海军打。好，那我慢慢讲哈。第一次来德阳县，觉得蛮壮观的，许多重装备都呈现在眼前，风景也非常宜人，推荐大家前来。好，那我们要准备前往下一个行程，就是我们的安平古堡。好 ，Go。你们有没有来过这边？有，不知道。什么时候？我也忘记了。很小。在吧。大明星，你们来过？有。你们刚刚成家吗？酷哈！终于吃到凉了，对不对？小瑞德是不是刚刚快渴死了啊？我忘记带水。好吃吗，各位同学？橘柚子好吃吗？两位没反应。太甜了哈。请问各位好吃吗？好吃，好甜。一个有弯，一个没弯呢？不是，拿了下面一个拿起菜的。这个是我小孩子，来拍拍手。老师，主任，讲对了，这个丹凤如果是酸嫩啊，这个是酸嫩的，而且七星宝剑呢，它是所有的道家最高的法力，就是七星宝剑啊，七星宝剑。各位看到这个狮子上面画的这个火焰，
就代表它是神兽，它有很高的法力，这样知道了吗？这个标志叫做什么？门楼。门楼，门楼。让我猜嘞。猜就对了，来。啊，对，门楼，门楼。来，这个叫什么？门角。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。门角。门槛。我刚有听到，来讲一次，叫做门口。你会饿吗？不会。你会饿吗？你们会饿吗？会。啊？玩牌啊？这玩什么？这有什么好玩的？两个兔子只吃叶子，不吃虾松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孩子们最期待的旅馆住宿环节啦。那等一下，在大家团练完后，就可以去各个小朋友的房间去串房。耶、yeah, ，要住饭店了！终于来到最期待的时刻啊！练完停才最期待的Thank you.
of my mind. Don't go so soon until you're mine. This will not end. I'm stopping time.